您好，欢迎搭乘 Johnson A395。各位贵宾，为了让你有一个极度的放松旅程，在旅程中会将您的手机放在放置架上，然后将座椅平躺并开启连线，确保您在旅程中拥有 3D 立体音乐的陪伴。有关娱乐音响的功能连接，请参阅产品附赠的乘客使用手册。座椅内共有18个自动程式，满足不同的旅程需求。内建 4D 体感机芯，在您选择任意一个模式之后，精准的测量您独一无二的身形，体验专属于您的个人化体验。在您的座椅旁装有指尖检测，透过手指检测的数据，推荐您目前身体状况所适合的行程。使用方法与位置在说明书上都有详细的介绍与导引，建议您在旅程前阅读熟悉。在您的座椅上方设有石墨烯热敷披肩，基于效果因素建议您搭配，以达到快速温暖肩背腰部。另外，本旅程不建议任意移动，在旅程当中全身环抱式柔压气囊，从肩膀到脚部全身包覆。如果您感到全身紧绷，我们推荐您泰式拉筋，以顶背腰推拿使人体处于泰式拉筋状态，彻底解放身体的僵硬感。如果您非常疲劳，建议在睡前进行安神助眠，将轻度揉捏推拿，让你享受 me time， 回到最好的你。如果您在忙碌的工作结束搭乘本旅程，您可以使用白领专享，透过深度的拍打，完整从肩颈释放到腰部，释放身体的酸痛感。膝盖以下有电动腿部自动伸缩调节，确保所有的乘客都能舒适的摆放双足。旅程结束后，座椅会自动带你回到出发的位置。现在我们准备开始，请连接你的手机放在置放架，按下侦测程式，让地表头等舱接近平躺的166度零压舒展，协助您完全平躺，反弓形拉伸，让身体无重力伸展，全然的放松。我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旅程。